Welcome to Chesty， 我是你们 Y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曾经在网络上爆红的妹子 Sima Gills， 她的一系列发明都让人哭笑不得，无独有偶，近日又爆红了一个名叫 Jasper Machine 的男性，他的设计还真的都是懒人的福音呢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不用一片一片面包的刷上果酱， Machine 利用家里的电风扇给自己制作了一个自动抹酱机。他首先利用一瓶番茄酱做了实验，将其绑在电风扇其中的一片扇叶上，为了保持平衡，相对的扇叶也用橡皮做了固定。打开电风扇之后，发现效果好像不错，于是把橡皮取下，换上了蛋黄酱。为了不让果酱飞得到处都是， Machine 还特意制作了两个隔板，接下来的操作就爽了，可以直接将一家四口的面包同步抹上果酱了。嗯，味道好像还不错呢。虽然造型十分的 perfect， 但是意外还是出现了，挡板掉了，风扇甩出的蛋黄酱和番茄酱弄得到处都是。本以为失败了一次的 Machine 会就此罢休，但是我们还真的是不能小看一个设计师的信念。为了解放双手的他，直接利用家里的木钟给自己设计了一款自动刷牙机，但是惨的是错过了拿钥匙的时机，只能挂着闹钟等待一个小时，估计牙龈是要烂了吧。不止这些， Machine 还有很多搞笑的设计发布到了网上，比如说自动切菜机，还有喂食面包机，更厉害的是收集眼泪来贴邮票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设计不出来的，所有的神器都能让你事半功倍。欢迎走进 Interesting， 好吃好玩有趣逗逼东西，我们这统统都有，没时间介绍，快上车。